Hey guys, it's General here. 大家好，我是 General Chaos 将军。没有错，我前面一段没有录，我现在才开始录的，因为今天要做的是白嫖视频啦。ITP 这次的那个战斗通行证的这个飞机，好吧，车还没有拿到。那个60毫米的37炮，60毫米的导弹，火箭弹，好吧，勉强还是可以填点地的。我觉得我把它带到了6.7，好像是，还是7.7。7.7的房间，看看能不能填点人，好吧。KK， 这个月新的活动啊，这个月你买年卡，你就可以去他们公众号领红包，好像是这样子的。然后你这个月如果邀请了好友，这个好友用了5天以上的这个 KK 的话，你还可以再去领一个红包，反正还不错啦。然后你这个月买完的年卡，下个月还送你60个小时的时长。没有记错是60个小时啊，也不，如果记错不要怪我，好吧，有可能60天。虎王吧，哇哇哇，爆了爆了，虎王可以，60穿身的这个火箭弹正好砸在他脑壳上。哎，有飞机，能量比我高，躲，麻烦了呀，本来还想玩舔地，我特地带到陆战就是为了舔地的。哎呦，这什么飞机看不清，看着像 BF104 109，什么104 109，哎，对，是 BF109。 我操，哎呦，我这个导弹挂架虽然打掉了，但还是好硬啊。好，他跟我玩 loop完了呀，我好重，我感觉自己整个人好沉重。这飞机跟你说，这3.3的权重其实蛮舒服的，如果把它带到自己那个权重的话，玩起来很轻松。我之前玩过，但想搞点特别的嘛，我给它带到7.7来了，谁知道，哎呦我操，哎呦，好了，我又摁错了，妈的，又把那个摁出来了，又把起落架摁出来了，我他奶奶的哟。真的太久不玩空战了，老是手忙脚乱，开开关关就摁岔了。我觉得我可以的，我刚刚拿的接敌的时候能量比他低啊，我才舔完地没有什么能量。哎呦，不行，拉上来点，哎，可以，哎呦，差一点点，下面还有那个防空车等着杀我，我觉得我活不久了。哇，我就在他们出生点上面。我就在他们地面出生点上面，那防空车随便打我的吧。哎呦，哎，可以，他打不到我，扭回来，起落架，人呢，在下面，再回来，可以，我觉得他能量也开始低了。我能量虽然不高，我开始的能量比他低好多。他从上面下来的，我从下面上来的，再来一下，我觉得差不多了啊。我好像咬住他的感觉了。哇，哎呦，没有窗口，没有，有了，一下可以了，我应该是咬住他了。这飞机别的都挺好的，是很适合舔地。有一个问题啊，它好贵，12000的维修费，这飞机有，就大家如果不富裕的朋友们开起飞起来要当心一点，当然技术好的忽略啊。不过12000对我来说还行，所以说我还可以飞飞它。再说是白嫖的嘛，对吧？那辆那个战斗通行证的百夫长我其实不太想嫖，那车看起来好无趣啊，就跟普通百夫长没什么区别。有了，可以，油箱打坏了，妈，油箱打坏也有点烦，会黑屏，黑我的屏。准备，打碎了。哎呀，好累啊！109F4吗？那个人，我们再找个人去舔舔地吧。我为了舔地过来的，结果地没舔到几个。地没舔到几个，他奶奶的！那边好多人啊，随便找个去舔吧，不管他是不是防空车呢。我累了，希望不是防空车，好吧？
那车不知道是不是防空车。哎，是防空车，棒棒的。嗯，砸死他了。哇，砸死他了，以眼还眼。哎，有人骂句操，谁啊？不是这个。哦，109是操。再来一把吧，这把不过瘾，妈的没怎么舔地。好的，再来一把啊，我们继续是用 BT5 孵化的，只不过这次我就带到了它应有的权重，好吧，3.3以及以下。反正我带的都是比它权重低的，就最高也就4.3，对吧？这个在这个权重，这飞机飞起来就舒适很多。HS219，大黄鸭在舔人，大黄鸭死了。哦，对面有防空车。关引擎，先找一个人把那个火箭弹打出去，火箭弹太影响机动了。这边这个人试试看吧，感觉不太好杀。不行，这是不是那个重坦啊？有可能是瓦伦丁哦。啊，的英国车这个权重最硬的就是瓦伦丁了啊，好像是瓦伦丁，怪不得打上去只是微黄。我们还是用我们的小炮炮舔地吧，五十发37毫米的这个六十穿身的这个穿甲弹应该够了，一发一发点可以舔不少人，我觉得不被打下来的话啊。不过自己能量得保持好，我这把真的不想空战了。刚刚那一把那架那个109拖了我多少时间跟能量啊，不然我根本不用跑到他们家附近去舔人嘛，对吧？虽然最后砸死一个，打高了。哦，死了。哦，可以，他可能原来就死过人，一炮进去就死了一个。哎呦，有防空车，怎么那么多防空车啊？哦，是刚刚那个杀人的防空车应该拉高，我们离那边远一点吧。我们离他那边远一点，不去找他，找人那边好多人啊，一个。但他那位置不太好，他那位置好像可以到房子后面。妈的，别进去！进去了，再拉起来，绕到他屁股后面搞他。哎，切，他又是拐弯了，妈的完人啊！哎，还死了。你说你还不如被我舔的，对吧？嗯，防空车在哪呢？舔他吧。好，重伤。哦，又杀掉了，可以。哇，打黄一个机翼，还行，再拉起来。那架防空车一直在想办法再打我。哎，后面有飞机。什么飞机？好像没咬我。哎呦，刚刚拉的有点那个。不管他。哎，这边。哎呦，我还是离那个防空车远一点先。我好怕被他舔。哎，他在房子后面，他看不到我。那我们绕到他后面去。我们绕到他后面那个方向去打他试试看。他在那个房子的墙角，关引擎，这样他不一定会注意我。再往前一点。哎，这种安逸的舔地多舒服呀！妈的，哎呦，这个角度有点尴尬嘛，正好只有一点点。不行，倒在前面再拉起来，再拉起来打到屁股，他总没地方躲了。哇，下面还有一个防空车，那么多防空车！哇，还有人在打我！哇！哦，还好，全错过了。好的，墙角这个憨批，刚刚就你打的我吧。来，给你几发。好，着火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着火了。哎，有飞机的声音。哇，好多防空车，3辆防空车。我倒先舔了几辆，舔了2辆，然后还有一辆着火的。着火那个角度不太好，我估计没有机会再去舔它了。哎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是那个
哇，哦，死了，哦，是那个防空车死了，哎，可以，那防空车刚没有灭火器，烧死的，三辆了，填死三辆了，我还有30发呢，50发才用了20发，这个丘吉尔啊，飞机，哦呦，防空车，哇，2辆防空车。我这个位置很危险啊！飞机，看看什么飞机？轰炸机？什么轰炸机？看不清。B-25 吗？看不清还是 A-26 啊？我看不太清，好像不像 B-25。我也不知道什么飞机。再拉起来，看看还有没有人可以舔。舔了三辆，蛮爽的。再去舔一辆。哎？救他了，别动我宝贝，哎呀摔死了，还是蹭了个小机翼，他奶奶的，哎呀，没有点了，不够点了，要么一二二吧，一二二出来就不录了。不过这架飞机真的60毫米的穿身真的很爽，60毫米穿身3.3的选重才，除了贵了一点以外，在这个3.3的权重舔地甚至高一点也很爽。好，就到这吧，拜拜。点个3连咯。